哎，大家好，班夫，那我们今天来开，大会限定的重复魔牌组，那它编号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不念了。原本是 SD45，哦，好，来看吧。有没有把那个额外包的内容写在上面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新卡。对啊，这是新卡，忘记新卡跟旧卡，就那个 Link， 然后后面这几张都是新卡。三个二，也不是说新卡，就是这一盒那时候出的新卡，新的超量跟连接。好，那主要的话里面，我们刚刚看临时那盒验证过了，哇，它都是有 logo 的，给它场地也是那个，场地也是亮的。我们先看场地好了，哇，太色了，天哪，哇，哇，看这比较好看，这个一定比较好看，图比较大又清晰。哎，后面小布，滚啊！这不要站了。没有，毕竟那个临时那一盒有四张啊 ，token 有四张，临时真的比较堵，找不到洞。好嘞，尽量哦。太爽了，太爽了吧！这也是可以直接买三盒的啊，对啊，前面都是本家，哇！他这个图好像是给那个，对啊，他有两个版本，对他两个版本。哇哦！哇哦！有25周年的怪兽哇哦！这个好哎！哇哦！隐战区哎，共振虫哇，这个还好，这个有出金钻的。哇，有那么多机耶！蔷薇恋人，石化简直。哦，买三盒就只有你的机与众不同。紫霄机械，我、哦、这还附开附了机械在里面。巨剑，冬岩掌、冰岩掌。哦，这也是 logo 金亮，赞了。还有这个掌，重获之源，环境卡。哇，落雷。今天落的有点多，羽毛少哦，落雪，哇，落雪，奈落的落雪，两张，炼狱的落雪，重获落雪，两张，哇，这个好啊，哇，版本升级耶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原本只有一字啊、哦，对啊，这个好耶，问号，这个比较没那么惊喜，哇，神字，神奇书。哇，御前四合，御前四合，哦，哦，哇，看起来真爽，看起来真的很爽，贵了一点，但是很爽，这把好厚，全翻转的，全翻转，哦，太爽了，哦，修，哦。天哪，怎么受得了？所有愿望一次满足，真的不用拼了，不用拼哪张是翻转，这边全都翻转给你，外加还蛮好看的 logo。买三盒你一定全部都翻转啊！真的，啊、全部全牌组金量，后一副打真的爽。好了，哎、欸，盒子去哪？还有真绝不凡的卡片。好了，啊，那我们这个我刚刚忘记看编号，编号是哦。TDS 2，所以应该是一 TDS。好，这原本是 SD45，重获魔牌组会场限定的版本，还不错，一样跟一样就是全部金量，然后有 logo， 然后额外包是全部半钻，也有 logo。我觉得这个蛮适合收藏的人可以来收这一盒，认证 logo 不要买错了，有 logo 的才是这一盒。哦，对，不要买错了，结果记错。干，亏烂、哦，真的，一盒可以抵三盒，哎、欸，不止啊，这有超赞的。好啦，如果喜欢这影片，喜欢小追，欢迎订阅我三五小线，拜拜。